一直从那个书上还有电视上看到这里的风景很美丽，所以就过来这边旅游过来玩。然后我们所向往的就是这里感觉那些人呢都非常好非常好，然后这些风景啊都非常美。来看镜头，来准备取啊。反正就是说，它是一种比较古老的一种沿袭下来的一种传说的一种说法了嘛，它就是这种情况嘛。这里的不论是什么地方哈，就是说它当地的民俗特色，就是说特别的浓，还有感觉上还是挺好的。